打勾勾了呢。他这样有没有在冲？他没有跑啊。失败了，这次事情好像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呢。我上次那个花20000多块嘛，我这次花了30000。怎么越来越贵？我先买便宜的、啊，就便宜不能用啊，我又去买贵的、啊，然后我就先问了，我说我上次买了一个不能用，他说可以把照片发给我吗？亲，我就发给他。我们这个是支持最新版本的，都可以用的，亲。我说你要确定呢，这很贵，你寄来到时候不能用怎么办？他说哦，亲，一个月内不能用，包退亲。没有啊，一样不充啊。干，我被大陆人骗了。哎，所以真的不行，难怪没有人这样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真的太白目了。不充啊，还是不充啊。啊，我们整部片都在失败当中度过。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拨开乌云见明月，没有又在下雨。每次拍充电都在下雨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下雨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的心是什么？大太阳。为什么？因为正在充电当中，而且是卡 demo 在充电，而且是这样，第一次买的便宜的插头，还不是第二次的亲。对，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林先生，第一时间私讯我的粉丝专页说，我是利福的车主，我的转接头长得跟你很像，我的就可以充，为什么你的不行？所以那个马上热线你和我，哈哈哈，热线你和我，直接就 call in 了。结果是怎么用，你知道吗？首先转接头要先连接车子的点烟器，它有个重点，不能发动，只能过红火，亮了之后再插车子，然后再逼，然后它就充了。好开心，涨价了啦！我跟你讲，4%切 demo 要马上变50%以上了啦。那这一台车价值有没有就体现出来了？不枉费我留它留了3-4个月，放到小电池都快没电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试试看那个氢，那个王八蛋，我讲那个氢还比这个贵。然后现在的速度呢？你说它慢吗？也不会，也是21.3千瓦在充，所以就跟我们充那个阿瑞亚跟充我的 Porsche 都是一样的，也就是我现在这个枪的最快速度了嘛。整个爽起来，还是有没有考虑？没有考虑。哎 ，Lexus 的电车大小适中，哎，后座太小了。这个后座怎么会小？你以为你多高？还是你要交一个180的？应该不至于吧？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，不用缴税金，又不用油钱，而且公司怎样可以蹭电？不然再来要涨价了。接下来再试第二个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转接头可以用以后呢，我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去买尼桑现在正在特价的利福，要冲看看吗？The next day， 这个我们已经把它充电充饱了。阿呆，你说你研究过了，第一步先怎么做？先打开你的充电口，然后呢插进去，然后打开它的电源，打了之后呢就去感应充电桩，它就很插枪，叫我插枪，走火，它就会沟通了。充电吧，亲。一样啊，没瞎，还是没瞎。长按，然后逼他，然后他说可以插，可以插，插。他灯没跳了，没跳了。对啊，沟通失败，刚才插那几分钟就没电了。那我们只好再充他看看了。The next day， 我们终于把它充饱了，充了15个小时。插上去之后，让他们沟通。快闪了、啊，现在在快闪了、啊，又变慢闪了呢。没事，有闪就是好事。那不闪了、啊，我是什么很晒的人吗？为什么轮到我就变这样？来，我们来厘清案情。刚刚阿呆来试是可以的，所以我们就开始拍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开始拍已经第二次了，我开始拍就不行了。我问你，你刚刚来的时候，你有发动这台车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把它停好而已啊，停好就熄掉了。所以你有发动这台车吗？干，你说没有，你把它停好，那你就是有发动这台车嘛？对啊，有啊。好，我们重新厘清案情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模拟阿呆刚刚做过的事情，我们现在车子是发动的状态嘛？我熄火准备充电了，很开心的拿着我在淘宝买的充电桩，然后我就下车了，找到充电桩了，很开心。然后我现在呢，赶快把我在淘宝买的充电桩插上来，然后我就长按按钮让他们沟通，然后呢开启充电桩。那我就插上充电桩让他们沟通，然后他们现在就沟通嘛，他现在是慢闪，然后变成快闪了嘛。
哎，好快就亮了、哦，这次怎么比较快？没有没有，这样失败，因为它打勾勾表示充电完成。哎，对啊，熄掉了。哎，那、啊、为什么这次那么快就失败了？所以这次有不一样的结果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重复一样的事情，我再把它重新发动再熄火。D 档、R 档、B 档嘛，熄火嘛，下车很开心拿着电车，然后很开心的再把它插上去嘛，然后长按按钮嘛。这个先，这个先。好，然后他们就会沟通嘛。嗲一声呢，我听到嗲一声呢，为什么会嗲一声？跟嗲一声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哎，又嗲一声，还在闪呢，还在快闪。哎，嗲，哎呦，哎，冲了，有了，成功了。好烂，所以这样比起来，上次那一只是不是比较好？插了就可以用，是吗？那我们现在再把上次那一只拿出来试一试，要不要？如果上次那一只一拿出来一试就成功，那就代表这只是垃圾。好啊，来啊。它的做法是要插电，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有闪的。然后现在要插啊，逼它，然后插，好逼。它绿灯在快闪了，哎，一样哎。为什么又跳充电完成？所以成功率也不是那么高哎。EV 系统要就绪才可以换挡，他为什么说 EV 系统没有就绪？还是你先把那个电先拔掉，要不要吃太多电了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就绪？还是小电瓶没电？它被我们玩坏掉了、哦。它也没办法熄火。它要先 ready 吗？现在只有点火开关开启，就是还不能开。它好像是没有感觉到我有踩刹车。但是刹车灯有亮啊，我去拿电报。啊他跳 ready 了，所以刚刚小电瓶没电，干吓死我了，我也被我们玩坏了。看这个电都玩坏，这台车连动都不能动。电动车没电没办法排空挡。对啊，你如果是一般的传统的，你排空挡可以推啊。你这车是要全载啊，全载我们这种有棚子的，你很难全载，你可能要叫那个迪哥吉亚来吐。这个就是电动车另外一个最麻烦的地方，甚至你如果在地下室更麻烦，地下室你还会有高度限制。你以前如果有一些车子你在地下室。挂掉你还可以用推的啊或什么，那你如果是电动车的话，你要全载的，那全载的是不是会载更高？那你是不是就上不来了？所以电动车通常你保险要保一个那个全载的拖车的保险。你上次拖吊车是不是全载的？对啊，全载比较贵，你知道吗？很贵啊。所以你如果保险有那个全载的话，就是保险出了啦。我这样讲你是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了，马上就体会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搞了那么久，重新发动，我们要再试一次了。我先把它熄火，那我们拿另外一个电霸来跟他沟通好了，只要给他电就。来帮他启动，有好，然后把它插上去。好，它在闪了，它都不需要按什么。我记得是不用按的。然后看有没有快闪嘛，快闪就沟通嘛。哦，有快闪了，快一点冲啦！你胜率要比淘宝货高啦，好歹你也是比较便宜的。你胜率高，哎，他也没冲嘛。但是他还是打勾勾，哎、欸，他的胜率好像掉到跟刚刚的差不多了哦。对啊，到底为什么？啊，再拔出来，第三次。然后看入档，然后 R 档嘛 ，T 档嘛。我要再演一次，找到充电桩好开心这样。我累了，去沟通，他又快闪呢。你们觉得9500我们已经加的差不多了，搞不好已经加两台车了，又失败了啦，好烦哦。没有，我觉得他这样快闪不对啦。我觉得我再一次，我要把这个先关机啦。他这一直在快闪，快闪是沟通的时候才会闪。对啊，他为什么是快闪？已经搞不清楚哪一只比较好用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先哔哔，对不对？还是你要这次换先插？好啊，来啊。其实好像一样意思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它一样会变成快闪。哎，掉了，敞开心门了，还差一个，有一方已经先敞开心门了。有了，冲了啦！所以轻还是好一点啦，二代终究还是二代吧。只是它本身要充蛮久的，这个可能就是下车要拿回家在家充一下，它里面有一个那个650什么的那个充电电池。好啦，做结论了，来吧，我们就放给它充吧。首先呢，为什么我会那么执着于这件事情？第一点就是我真心是觉得这个是一台蛮好开的车啦。那你要卖我180-190万，在现在的立场来讲，我是觉得还有很多其他车可以试看看。那你如果在100出头万，我能够接受。然后它的组装，它的内装的
品质，然后开起来的感觉，我是觉得100出头是可以接受的。然后呢，这一阵子呢，我觉得特别有感触，我觉得这个车，我忽然想到一个族群非常适合这个车，就是退休族群。我爸爸就是这种退休族群，非常适合这种电动车，因为他们跑不远。退休族群就是啥，出去打打球啊，吃吃东西啊，附近跑一跑，他们远他们就坐车，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很高的续航里程。那我觉得就是家里有可以充电的，然后这种短里程的，买买菜，载载小朋友，然后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安全性跟它的宁静性、竞速性，加上这个充电头，大约2-3成的成功率，我们就可以享受40-50%的充电桩普及率，好不好？那这一次呢，小试以身试法，两支充电桩合买起来超过台币50,000元，也非常谢谢很多这个热心的网友啊，私讯留言也好，好教我们一步一步的去使用这些东西。那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其实呢已经在享受这个东西了。好，那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人也是这种卡电摩的受害者，你们可以去网络上找找看啊，不要问我在哪里买的，自己去找，我也是乱找乱买的，就是类似长这个样子的，长得像的，我觉得差不多都是那几间做的啦，只是第一代跟第二代，它的第一代就是要连接点烟器给它供应电源，那第二代就是它里面多了一个充电的锂电池，那你必须要拿回家把它充饱电，那你就可以不用连接充电的电源给它，大概就这样的差别而已。觉得有好有坏，而且速度蛮快的哦。我们刚刚27%这样录完3-5分钟时间，现在其实已经30%了。我们是20千瓦的小时的电，所以其实以这个的电量啊，充的速度其实我觉得还蛮快的。我真的是用100万在赌第一个我是在想说这个要怎么把车弄回原厂，这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，在这边然后要怎么脱掉。我们这边有限高，然后第二个我要想说回原厂，原厂会怎么弄我？什么？好险，只是小电瓶不够电而已。好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好的，我们又来外面的充电桩实测了。我们在店里可以充嘛，对不对？虽然说充的蛮困难的，30%几率，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外面到底可不可以充。我们先充这个有内建电池的那个，先插上车嘛，然后长按开机。然后再来说我要充电，他要写等待充电中，然后拔枪 ，OK， 好像慢闪，快闪了，快闪了，啊，希望他好在沟通。有掉一声哦，但是我们总共要掉两声，对不对？哦，两声了，好像有充了哎，有哎，有哎。成功了，好，我再换一颗，再换一个转接头。那照我们之前的惯例，我是不是要从车上下一次？对，你要往前开，然后倒车，就是让它全部重置一次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是我们先试试看，我不要重置可不可以？哦，过红火，会会会会会，过电了，然后它有在闪吗？有了，快闪。这样没有成功因为它没有读到数据啊，风扇也停了，充电停止中，失败了，所以我真的要再去往前撸再往后撸吗？塔皮达熄火，过红火，然后我要充电，所以我要插这个，然后插进去，有闪，有闪，有掉了，掉了。有有了有了有了，可以可以充所以真的要屌而且要可能要让车子重置，是说一般人也不会停下来，然后再充再拔再充嘛？那是因为我们在测试，所以我们才会频繁的拔充拔充，所以其实好像是可以用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两颗要我选的话，我会选要插车充的，因为这个二代的它是有个电池在里面，所以它自体要先充电，所以如果我今天下车忘记拿回家充，我隔天搞不好我这颗没电，那我转接头就没有用了。现在我们插的这个它是连接到车子的小电瓶，只要你小电瓶有电，带那颗转接头来转接是可以用的。如果硬要我跳的话，我会选那颗，我会比较偏向二代，因为它没有线的束缚，两个都可以用，那就看你们喜欢哪一个咯。下次见，拜拜。发艺金库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